Hello，大家好啊！我现在在广西南宁，广西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那今天呢，我带大家去吃一个跟这个柳州的螺蛳粉和桂林的米粉号称广西三大粉王之一的老友粉，走。书记粉店老字号，这边是老门店，这么多人。啊，这边还有一个带空调的，跟我说让我来这边吃。这是新门店，自己把小票放在那儿，然后就在这儿排队等。这边还有一个，会加蒜蓉辣酱，还有木葱花。我要的是一份牛肉粉啊，这是宽的，然后加了点辣椒。这里面的精髓呢是这个酸笋，还有，哎，豆豉呢？豆豉在这儿。吃完了，我感觉挺好吃的，酸辣可口。现在这个全聚德门口这边乘个凉啊，我来杯一，天太热了啊，来杯啤酒，漓江啤酒。下个视频见，拜拜。